太受感动了。哎，大家如此对我们相声演员是这么厚爱，这么支持，真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，嗯，我们不要不把好相声贡献给大家，我们对不起你们。这是我们的心愿。哎，嗯，咱们这个相声啊是曲艺里的一种，一个剧种。这个曲艺里的形式很多呀。哦，您给说说都多是曲种。这光是鼓类的就很多啊。您说说都什么？京韵大鼓。嗯，有。好吧。嗯，有。梅花大鼓。对。醋溜大鼓。嗯。东北大鼓。是。辽宁大鼓。对。凤阳大鼓。对。广东大鼓。嗯。山西大鼓。嗯。大鼓大鼓。不。曲艺里还有一种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河南坠子。哎，老观众您都知道，河南坠子是很老的曲种了，大家都爱听。是，天津市曲艺团有一位老演员，哪位啊？叫程玉兰。哦，这都知道。嗯，程老师。他最拿手的就是悲调唱腔。嗯、对。程派善于唱悲调，悲调。程玉老师，哎，他有一出代表作，哪出啊？小寡妇上坟。哎呦，好。他要在台上唱给小寡妇上坟，嗯，不管台下坐着有多硬的汉子，嗯，你也要痛哭流涕，哇啦哇啦哭，那眼泪哇一下子。哦，能到这个程度，哭，谁也绷不住，是吗？都得哭。魏老师，您话说到这儿，我有点冒犯您啊。怎么了？我听就不哭。你听啊，嗯，你听还非哭不可。嗯、你看您别抬杠。我跟您这么说，怎么着？我爸爸那几年过世，我都没掉眼泪。您就这么哏？嗯。今天白着了。嗯。哎，我要唱两句，你就得哭。那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。嗯。咱们打个赌。打赌。那么今天在座的观众给做一个见证人。您证明啊。哎，还甭请程玉兰。嗯。魏文亮唱的《小寡妇上坟》，就把你唱的痛哭流涕。您信不信？不信，不信，不信，再来了试试。来来，那就请您帮个忙。我干嘛呢？您给我摁一下电铃。摁电铃是什么意思？在那个年代呀、这个曲艺场子没有主持人、报幕员。哦。哎，有摁电铃的，一个电铃，谁该上场、谁就上场了。明白了。您给我摁一下电铃。就是您上场，我给您摁一下铃。哎，好。朋友们，咱不明白了，怎么了？你学程玉兰先生上场，那干嘛这样啊？鞠躬致意，对观众的尊敬。是鞠躬不就完了？干嘛还这样啊？这就让您看看这发型烫的怎么样。哦，这亮发型呢。哎、哦，我们说相声鞠躬都这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您看看后脑勺秃不秃。您就说这意思吧。程先生上场了，开始了。大年初一头一天，嗯，过了初二就初三，嗯，初一十五半个月，腊月三十儿，整一年。四句定场诗。是方才唱的那是梅花大鼓，嗯，这次把学徒换上来为大家唱一段河南坠子。哦，唱不好，嗯，唱好唱来大家多多原谅。今天我要唱哪一段呢？哪一段呢？小寡妇上坟。嗯，开始了啊。嗯，把手绢预备好了。干嘛呀？掉眼泪儿，这擦眼泪儿。您放心，哭不了。这你这还得哭，不可能。小那佳人儿独坐房中餐，凄凄，热泪儿像断线珍珠往下滴呀，很幸福撇了努力了样式，奴家我是半夫金杯成了话剧，小家人啊。他
下来，可怜我等这个隆冬，这个隆冬，我这无儿无女，叫我怎样活下去呀？你哭了？为什么哭啊？我钱包丢了。你也哭钱包？朋友们，不是这意思啊。说实在的，魏先生刚才一学程玉兰，学得好，关键艺术家的艺术感染力，我太激动了，朋友们，咱跟魏先生跟前，咱再哭一把行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确实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，真是。像这个程玉兰呢，这个曹元珠啊，王元堂啊，王宝霞呀，是是是，这类的坠子都属于文坠子。哦，这个属于文坠子。还有一种叫武坠子。武坠子，文武带打的坠子。有这坠子吗？这坠子，失传了90多年了。嚯！你没赶上，那我9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知道。你没赶上，您赶上了，我也没赶上。你说废话，你别看我没赶上，我会唱。您会唱五坠子？那当然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相声节之期，大家尊贵的双手欢迎魏老师，欢迎魏老师，来来五坠子，好，好。谢谢各位了啊，谢谢。这是咱喝去了。人活百岁总有一死。别，您别这么玩笑啊！别这么玩笑。卖力气，卖力气，赶上了。我没唱，我会不坠了。咱赶上了。您可得帮帮忙。我还摁电铃啊。在摁电铃的基础上啊，再添个活。什么活？您给我伴奏，拉弦。哎呦，我不会呀。我教你啊。一听就会是吗？太简单了。怎么拉呀？拉弦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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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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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这简单，朋友们，这我会，这我会。不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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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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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对吧？太聪明，太聪明，太聪明，太聪明。不过就声音稍微小了一点。哦，您说再大点声音，长点哈，这没问题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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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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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，怎么样？比刚才好多了吧？你看这夯头上去了吧？哎，如果声音再大一点，就更好了。再大点，来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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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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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太好了，再高一点，更有气派了。各位，您原谅。我倒仓早，就这夯了啊，上不去了。您帮我那听吧啊，您来把椅子。那干嘛椅子？来，您拉弦儿吧，你坐着来。我伴奏，我还得捯饬捯饬。您还伴伴？怎么样，行吗？好，上午的精神。上午的精神。哎，无坠子，把大伙撩起来。哎，不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无坠子嘛。让您看个精气神。好，这全套的。按电铃，按电铃，我上场，您上场，无坠的开始，开始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了。潺潺青天不可欺，张飞何端荡江桥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这四句挨不上，无坠的都不挨着。明白明白。四句提纲挈领，一步多标。不羡学徒捉虎压伞，奔瓜屌子横眉秀勇根。我给你唱一回坠子手。快。了不得，90年了。嗨，魏先生今天卖力气。嗨，你一定很高。你听不听？听呢。听你肚子什么你？不是，我这跟朋友们谈谈我心里感觉。那不成啊，我叫你呢。你叫我？你叫我什么了？我叫你坏。
你叫我坏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的回答叫我呀。我怎么回答呢？你得叫我坏。好。坏坏，把鞋子拉起来。嗯，咱们要唱一回。来了。锥子树。别唱！怎么了？这是，你学五坠子，你打人干嘛呀？没告诉你五坠子吧？哦，这就打上了。哎，那我呢？拉弦吧你。好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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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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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要把他劝了，把他说了，关了他，关哎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王先生？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您怎么溜桌了？您啊，您别学了。怎么了？您别学了，得亏我心脏还行，要不然得吓死你。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？怎么踩炸弹？什么？这电话了吗？你听我这词儿啊？什么词儿啊？要罢了钱。哦，刚才那是要罢了钱。哎，底下那句呢？书归了正啊。怎么书归正？这就开书了。这就开书了。拿钱吧。开始。哎，行，这回行了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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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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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要罢了钱，书要归了正。他管拉呀，我管唱啊，恁了管听。这不废话吗？我拉您唱，大家听啊！我要不拉您不唱呢，人家听什么呀？啊，行不行？好嘞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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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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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。还没谱呢，还哦，这脏脏啦，脏脏脏脏脏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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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！都废话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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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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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爱听文，爱听武啊，爱听钱的你就爱听忠啊，爱听文的是我不会，爱听武的木学成，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，苦辣酸甜那也不中啊！哈。什么玩意这叫啊，这都不会，您这不是废话吗？打这儿往后听啊，句句是废话。哦，全是废话。哎，离开废话我没词儿。嗯，行，知道了。魏先生，今儿是相声节，通知父老乡亲啊，你给我们多唱点废话的。哎，拉弦吧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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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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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。是方才唱那家何人登？彪彪八爷叫罗成啊，彪彪八爷叫罗成啊，彪彪八爷叫罗成啊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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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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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脏脏脏脏。全砸了就完了。这个罗八爷呀，啊，又来了，脏脏脏脏脏啊！跟他的爸爸老罗一，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！不，你快打住吧！怎么了？这不像人话，朋友，您听着吗？跟他爸爸老罗一，哥俩迈步出了大厅。是，这爷俩怎么改哥俩了啊？谁说的？人就是爷俩。但那你成罗一，你怎么？你为什么唱哥俩呢？啊，你说的哥俩？我说的啊，你唱的？不可能。嗨，大学我连辈儿都不会排。你嗨，你别不承认啊！这不各位都听见了吗？谁听见了？你那位老者就听见了，那位先生，对吗？听见了。他是不是唱歌俩？你，你听见了？啊，对，就他听见的。我唱的说哥俩，对，没错嘛。我说了，你把我怎么样了？啊，打架呀！行不行？哎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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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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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噔噔啊！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，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！哦，拉平了，明白了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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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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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噔噔啊！爷俩迈开了八条腿。不，这太不像人话
了这个啊，这观众都乐您了。怎么了？爷儿俩迈开八条腿啊，爷儿俩得四条腿。你听着这呀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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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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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，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。好嘛，凑腿来了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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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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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他们连人带马八成伤啊。不不不不不，这实在没法听了。怎么又来呀？马也上城了，你听着呀！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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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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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要问这马，他怎么上得去呀？嗯嗯嗯嗯嗯，那一口会谁呀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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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俩更年期，朋友们。他的人等家人把腾空啊，哦，上去了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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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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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五坠子。